你就到那边不要来做你，那你就变成是猜猜给猜一天，因为那边有火山，因为那边有火水，那边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一下心情太爽，从我亲身细雨亲身猜猜做的前面都你大的东西。请问高昌伟在吗？哎，丽君，阿玉川哦，我川呀，你医院看急了，有冇个事情？哦，无啊，阿妈阿叔想吵，唔知就来诶，阿想拜托你转来请去诶。好啊，来拄好去处理啊，做得平请他。好啊。这样。喂，阿英姐，你一好有娘的无？所以我已经出来啦，唔弄了还能来咯？无啦，就散风嘅事情吼，无限替你漳州咧下来啊，受众很爱先过来看一下。错，今年你还要读哪咯？啊，一好讲嘅时候啊吼，太阳出现，今年平常拢休息啦。唉，阿爱人偷偷啊吼，有带一些补品去看伊。唔知少啦，阿兄啊吼，已经应该收起来。看，唔是万当去看伊啦，不如好阿来收，等伊收包个有精神嘞，让伊看伊，安尼够好啦。好啦，我做安尼先莫操机会。啊，咁我呢慢慢来讲，阿先来做诶，然后多做一种点。哇，你这唔是伊无限啊，阿兄大米喜欢死我诶。好啊好啊。拜拜。拜拜。等来喏，做个鱼哦，是啦，还是什么呀？是阿公的。是阿公的。很看奇啊，用上多人皮猪猪的，很奇啊。来看蓝色世界比国怪。你讲嘛呀？哈喽，你阿比。主任哦，老太搞没多少磨汗嘞，那些反应啊，反应蛮多多的。下班转来，很多事情，又在凤州，又在上山，来提点上哦，还可以为大家做点马盖梦。哎呦，太小气，又不会考一次关心雇佣哦。哎呦，你莫想伊咯，又咩正阿满意，迄幸福向伊。嗯，当然想伊哈，阿姐买得咁飘诶。你去睇小子，我去买物件咯。莫系咁讲诶，阿做反正是不是时候物件都爱做哦，阿平时有浴室，阿大夜班，阿站柜台，物件都爱诶。真的假的呀？哦，有麻烦呀。嗯，做咩转来啊？转来就转来啊，想做就做啊，做得多做唔多，也冇想很多啦。嗯，还相信你做得多诶。关啊，嗯，你那门儿有看他冇啊？哎，细细只看成野雕，也因此同野两杀，太了会很凶害。感情的事情哦，唔讲系无人会知的。你也讲乜嘢哦？没知啦。
芬姐，你哪来啊？唔知妈妈坐烂未？阿英姐同我讲啦，张卡 call 唔到妈妈，阿叔依念照，同我讲妈妈坐烂好唔？多谢阿英姐，赶紧前去咯。英姐，念前度招呼，唔记得晒，讲下房，一时之好啊，好啊，家姐我冇闲啦。妈，咪都讲，系阿英你冇人而讲，就冇人而讲。妈，系我叫阿英姐啦。啊！阿叔沉乜街啊？做咩照常唔同人讲啊？都唔系叫做互相，阿都拿条钱半阿叔啊，嘛个个补助的钱呐、啊，我这都明明都不省钱呐、啊，结果来去输起来。阿叔拿钱少起来。系啊。哦，我同人讲，佢一发现啊，眼睇眼睇叫阿爸。唔啦，见咩种互相安尼人啦，其实也条人少多少多吼，想不清楚啦。虽然安尼人啦，我真唔好欠佮爸爸。欠佮爸爸要用办咯，人生人啊，一岁岁个哈，又快啊，佮比同个天高水啊，得下去啊，你妈当年救起来呢？真咩去诶？佮明明欠我爸爸，你想唔错咧？家个笔筒的水果卡色，无清纯，结果没修水，伊还几多跳下伊让伊丢起来，我等伊不欣赏看呢。安尼事情伊唔记得了。系啊，你身上有办法都无错的啊，都系几救你起来啊。滚！你为何这样呢？都好啊，在附近水嘛，送我来看看。好啊，走啊。也是新品种啊。那黑啊，唔黑啦。唔黑啊。喂。啊？你啲腎腔係好嗎？蠻好啊。老阿 V 麗君，很講得來嗎？嗯。唔該你啊。你喺外國做生意？生物老师送不来。嗯，你记得吗？跳那么不不会啊。山东腔，董聪哎，叫你都文怡，文怡哦。嘿，文怡，王世明老师哦。嗯。还记得你跟时间。
翘课给他打过我。唔记得多耐，几平安很久，然后也送不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不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的话，他就不回来了。叔，你不要一直在那边喝酒啦，你想想办法嘛。我帮你想好了，看给黑松一个什么理由，把东西还给他，然后。又不会把场面搞得太难看，好不好？你让我再想一想，好不好？阿文姨哈，系啊，你话讲唔肯阿叔，一唔会过分啊，哈，一啲阿叔啊，都要幸福啲，希望讲他家最有头脑好食，本意较繁荣啊，唔讲错，哎，噶当然啦，系啊，你蝴蝶馆哈，按旧诶，你要有感情。好，哎，不过兴趣咩，哪有办法落身咯、哦？哈，冇啦，阿叔接只阿娘讲好嘅啦，下摆奉差呀，好，按道嘅水田，引到按太嘅水哦，挨穷养哦，用穷养嘅家私落去度买哦，哎，阿叔又唔会讲哦，阿娘小嘢啦，错唔？当然啦，你要蝴蝶馆哦，挨做咗用行家好嘅家私。老唔系好，但我唔讲高嘅啊，系咩家私问题啊？蝴蝶馆我都几睇，应该都几落啊，但我唔系。好啦，阿你冇上紧啦，唔做得再个考虑吓吓，好。诶，阿文爷，我冇啷讲过哦，我系请工阿姨。他搞出钱没？人家有没钱没？啊，不是很坚持啦。你家事啊，吼，难做的，拿全国讲较好听的。你看，哎，人家有没有人讲？
用阿祖，你是白毛，那老鹰弄出来。你怎么？我好听麦特。你爹哦，错啦，错，那老鹰讲。怎么跟老鹰麦特？阿妹没办法，阿辛辛苦苦耕田，贵声音，阿妹没想到安安，没买车，还用改善了。阿弟，阿弟，阿你走得老外公啊？你下工辛辛苦苦留下来呢？也白做太水，我全部不应打强强，那马该做么嘞？大家要吃饭，那是传钱，千人用办乱，千万一家得下乱一点啊！不是好，跟我讲起，唔该你多钱，你讲嘛该啊？你讲嘛该？哎呀，你嘞！你讲遐嘛干啥？万一让你学开的，你投诉些万一不依的，我甲大家也是烦，来好唔死钱。那我讲啊，我钱用干啥？你让我讲啊，你让我讲啊，这毛做会再穿啊？起码你做你讲卖啊！俺当年来太家的心愿呢，你听不用听了哦。你看见嘛该？来，你来看。买得有黑电来，阿公不听电来，我用的不记得。好来哦，各位乡亲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因为这届咧风台损失严重咧，所以政府有来补助啊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无论这个厝顶飞起的啦，哦，这田园流起的啦，哦，猪寮放起牛只走起的，哦，这政府拢有来补助吼、哦，哦，所以近近哦会请这个吴议员吴翔咧来甲咱讲这个补助的方式，哦，大家一定哦一定要来注意咱的布告栏哦。哦，今日来公布这个时间甲地点。哦，啊，这个有鸡汤领的哦，哦，你要注意哦。哦，唔能到时候人领有你领无，啊，再甲我回呢。哦，这有鸡汤领的哦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哦。哦，好来，好来，各位乡亲，乡亲，大家。我李总啊，我爹呢，带着你们闹，要娘了。李总啊，
啥物好康的拢给你啊！无你是想要安怎？为这款代志袂使做啦！你个臭女人呀！应该给你拢给你安尼，开屁！这机。李长啊，这个给你啦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做人最好卖巧过啦。会你不管了啦，这个会也是要开啦。哎，你这老顽童你，打电话不说都要关过来哦。你家就莫乱来哦，莫欺负我爸哦。你看见，你看见对未？问下生意的事情。开屁！听到。人家就肯定啦，下摆没抢就都上了。是看哪？范姐，这钱拢给我收回去。有没有怎么样？算了啦。丽君啊，你刚才很爱阿爸呢。哎呦，人家就急了嘛。阿伟，爽。对。爽。待会哈，任务更改哈，所有的人都到会场去，准备支援。哦。哎，这么严重？我跟你讲啊，李长这一招是逼偶像出面把所有的款项都能透明化，现在大家情绪都很激动，一不小心就熬外多。什么？别撕啊！怀度。来啊，开始啊！等下议员来啊，
经开始了。好啦，我知影你足为难的，不过即摆这个代志有前后无两好啦。哦，什么事情没有办法求两全的啦，该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，我们就站在正义这一边，我就不用怕他了。啊、哦，我支持你了。来了，加油！哎呦，哎，各位，好好好，按照你来嘛。神龙他讲，神龙他讲哈，哎呀，阿哥喊他讲过来呀哈，哎，武强啊哈，今明日呢，我来同他讲做一个报告，你要得话，一听我来小心啊，哈。哎呀，武强一天外，用来清台的能力，来到美国的整治呢，清台亲好的部族暗号无啊。重要哈，哎呀，有关要补助的事情哈，哎，他要讲的清清楚的呀，俺讲过呢，俺武强一听我老太太争取亲和亲台的福利没，哎呀，也同意哈，他家也衰唔好啦，哈，也失唔好啦，哎，嘿，我讲你啊。做种一挂金蕉，拢用风开花倒落去啦，拢无好收成。啊，一挂菜啊，嘛拢叫水淹，拢出味安尼。有，要来有，这会使新鲜果子，这拢会使。好，感谢。哦，我会尝哦，哎天啊，分解水大个，是骨甲嘞。好，对，大概损失哦，真不容易付出。哦，那边有损失的都可以报。你想一下，吼，有多少钱？哦，你都平均从你存就讲，吼。尽量付出较多的。系啊，不不。他刚刚也开始了。你太爱行了。啊，那玻璃吹啊，哦，夹个玻璃吹啊，风吹大枪枪的，个风大枪枪的，看你会付出吗？该行。我咧三甲外地做红胎，拢叫水，迄个水流了了，我拢无收成的。那些浪浪吼，啊，做事拢无拍甲害了了。嘿，你著甲恁船长讲就会使，吼，这款赶紧，吼。啊，好啦，分，我红彩打起来。我意思，陈大人，就是解决了我这代志啦。哎呦，啊，你慢慢啊讲啦，哎，慢慢啊讲。水田洋葱，嘿，每一个鸡巴，都我要把存起，我来补助嘛。我准备五两块起嘞。水高，啊，那些浪浪吼，啊，做事拢无，啊，害了了。哎，干哪一手啊？好巧哦。好，谢谢哈，谢谢。
这是会咧出香啊，各位阿伯阿妈摊来讲啦，虽然讲家请咧太好生，伫了美毛做过嘛个事情，他咧了白，家在派出所认双山，还看到好多普通人，他们比我们还要惨啦，家就连屋卡都没嘞。但是他们还是很团结的去解决所有问题，说我们现在要想的是去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啊。我想想了几个问题，好吗？还是要怪你自己啊。哎，但是看你刚才的表现，我妈应该挺满意的吧。变得很厉害啊！哦，我本来就很厉害啊，我可是观光系的学生哦，做菜这种东西一级啦。哦，这个看起来是不错啊。那，得什么？做的啦，哎呀，坐啊，吃啊，吃看看。烫哦。知道。这菜拢是我上爱食的。哇，想到六伯家煮的菜。我袂歹食诶，队长。叔啊。啊。你会想知道妈妈在哪里吗？
出来买很多呢，阿婶来叫贵啊。我上我贵嘞，我喺遐做事啊，上班啊。冇爱贵，还冇爱贵啊吼，去做个样式啦，做买另外要不要？吼，还做贵煮饭不也是？我偏买呀。冇讲安多啦，咱搞你煮饭啦。好啊好啊。来来来，冲呀吼，提前插吧吼，龙马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一条歌，这条歌对我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一生中有一个很麻子、很麻子的查某人，伊嘛是一个足够唱歌的人。当初阮两个人都是因歌结缘，才会愈来愈麻子，愈来愈麻子来做伙。但是呢？最近，因为我的糊涂，啊，伊煞来离开我。即款呢，误会，害我一个人伫厝，嘛毋知要安那。但是我今仔日，我要来唱一条歌，爱你姐，生两句。这条歌是阮两个人的感情，嘛会使是讲阮这么侪年来上有感情一条歌，希望你会使听到。
按照顺序嘛，等一下哈，你要拜奉台啊，钱不少钱。阿叔，其实咱爱包一只红包，是不啦？老钱够唔起做嘛？你一件做了两百万。所以咧，洗警察，那有啊？哪有啦？那么，唔做得怎个捡出去呀？去天数计条是要天数的人，唔做某一年那些钱，怎要老去全部捡出去？全部人两口钱，怎要付的？警官，那有要再到天数？老五讲过几多摆，后生的讲法唔安静，系我输唔转去啊！讲多道理啊，我谈师太严咧。来阿叔，老五讲，要钱哈，你再来。做警察，做威道生，我唔得咧。电灯厂根本连气都连当面同讲诶，那事情，俺绝对唔免管。娘，老多一只警察来做个脏黑毛。叶格，啱诶吼，爱比咧，忙得死啦！我非本的得条钱啊，书记我全部有留下了。哦，老多老钱全部捐出去，就办不到我的关系了。唔系按你想的法，叫做太唔错个啦。我记得，在梁山，你坐空调时。
一六八，汉子谁？有嘅咩嚟咯？你死死都大嘅，唔用啊！